大家好，我是老李。昨天的战损扎古放到缸里呢，鱼虾没有什么变化，证明还是很安全的。今天我们就把剩下的模型和造景融入到一块儿，就用美缝和珊瑚墨丝吧。今天我们会用到美缝墨丝、珊瑚墨丝、雨裂水蓑衣、辣椒绒，还有一些红宫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些爬地，咱们用它来做爬藤的效果。这里边的珊瑚墨丝和美缝墨丝模拟的就是苔藓。现在我们用胶水把辣椒绒粘到沉木上。种草的期间呢，一定要注意用喷壶喷水保湿。OK， 现在对模型下手了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扎古。模型上点缀一些墨丝就可以了，因为后期呢，如果它长得特别快的话，你很难修剪它，它就会覆盖住了。所以说还是要保留一些模型原来的颜色和质感。罪も汚れも消せないから。それ。